啊，迄物件竟然无放过，竟然竟然袂识咧。我才无爱诶，我就是要甲迄个母仔赶走，要甲回失咧，要孝顺啦。你好，我想要这个巧克力蛋糕。哇，你有带几包？我爸爸带了几来啊。哪有这哈、啊？敢会是有心的人要甲分出干死诶？啊，你妈妈就心中无好啊，用一个监视器给妈妈顾诶，伊较安心啦、啊。我就了解雅春诶，我咪就疼惜伊，就代表讲我甲伊足适合诶。你即马是几岁啊啦？就算讲伊若要照顾咱，嘛都要看有这個能力甲无啦。你家己好好想看卖啊，唔通爱一个人却变心歹情。我晓得隔壁听一个店员讲，自称是因爸爸。小妹妹，你俩准讲你安尼骗人，就已经变心好野人的囡仔，无可能啦！你莫甲人想甲遮尔啊歹，即马大家拢搞我当作歹人。当初是你偷摕我手链的时阵。我就应该报警才给你抓进去关。不要，拜托你不要抓我妈妈。紧去收物件啦，厝里无大贼啦，我大起来就较安心。就来不是请人偷摕，文秋，你不是一直坚持是请人偷摕